葉振華師傅為我們表演十型拳，同時有請鐵二雄拳嘅方偉東師傅準備。 好，唔該曬葉師傅，亦都多謝獲葉劍生學院嘅精彩演出。好，之後就係鐵二雄拳魔術會嘅方偉東，我哋表演五行拳，同時請嚟德和師傅準備。 Thank you.
接住落嚟咧，會係祝酒嘅環節嘅。而家有，唔該曬，唔該曬，唔該曬你，麻煩曬你。